说搬动是狗，这样听起来就像是狗啊，这样太没礼貌了。那好不好看？大家加油！今天超酷，我们来玩游戏。但是这个游戏呢，我们要与众不同一点。我们邀请了两位创作者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。我们先欢迎宇雄珍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珍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加油！好，很尴尬。那我们今天要玩游戏很酷，我看一个创作者影片，然后得到了灵感。他们的影片呢是听片头猜那个创作者是谁。对，那我们呢就来听声音猜那个创作者是谁。没错，因为片头实在太难了，所以听创作者声音会比较简单。那因为这个声音是我剪辑的，所以我都知道答案，所以呢我负责当主持人让他们来猜。那我们就游戏开始。好，那游戏要开始了。我们总共呢有十个题目。现在第一题 ，OK， 来吧。啊，耶！解释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哦。然后这个不行的话，我们还有提示二，这个是提示一。好，来喽。啊，耶！提示二，好，提示，来哦，这好难，来哦，等一下，真是太开心，我们一次讲到两。作答，啾的，对，啾，对，刚刚也是啾哎，对，就是啾的，就是啾的声音。好，现在阿佑得一分，耶，第二题来哦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我让你们再听一次哦。请问这是哪两个人的笑声？两个，这叫提示二吗？好，来喽，提示二哦。提示二真的唱不出来，会伤心耶。我觉得那个人会很难过。来喽，妹妹，我问你哦，没有尾巴的熊叫什么？无尾熊。的话只能公布答案了哈，来，妹妹我问你哦，没有尾巴的熊叫什么？无尾熊。来，无尾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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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妹妹我问你哦，没有尾巴的熊叫什么？无尾熊，无尾熊啊。对，你们哦，所以它就是无尾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声音。好，没有人答对，全部扣一分。然后宇雄还露出一个，所以到底刚刚是就是我们两个的声音。所以我刚才就有说，会不会是你们两个？但是你没有戳破他。好吧，失败。好，好，这题都没有人答对，我们下一题哦。好。我来答吧。啊？太小声是不是？好，再一次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来答吧。格鲁格鲁格鲁，是外国人吗？不是，台湾人，台湾人，猜不出来。那我们听提示二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提示二，提示二，来喽。领导的组织能力，我们以前曾经某被许多的狮子座的领导头头给带领过，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哦。哎，等下好尴尬哦。你怎么猜不出？等下人家有看我们影片，我们直接尴尬，没有人知道，认不出。那你声音开最大，你再一次。我开最大的。刚刚是知性节目的那种，他是提示的话是男生，然后是搞笑型的，然后讲那么知识的东西。他那集讲知识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。领导跟组织能力强呢，以前至今我被许多的狮子座的领导头头给带领过，他们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人物啊。好，请坐。是全品吗？对，全品。你们知道全品是谁吗？知道。啊，听不出。哎，我是不是都不认识啊？听不出来，这样才好玩。一点点，我只听到一点。我一直被那个气球的声音。那你讲，我才会就想到。正则。然后我一直被宇雄的尖叫说哇，正则。现在阿优再加一分，来题哦，第四题。我买到了四包，我觉得算是女生，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。我知道是阿神啊，是阿神。宇雄超兴奋，他的气球声比尖，就是尖叫声还要响。他那个阴沉的声音，我以为是男生。他在唱花可嘞。那我们第五题哦。好，第五题。那我们一起说一句话，珍珠加油，珍珠加油。好，第五题来喽。
情节。我给的画面应该就是。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。是人的声音吗？是人的声音。我很想猜看看，但是我觉得感觉是一个他在弄电影的声音。开了之后还可以打，可以，你抽爆之后，你抽爆然后打，好，好，小玉吗？不是，小玉不是，好，那个，浩浩也不是，嗯，好，我们来听提示二，好，好来哦，还有母奶拉的啦，哦，哇，很香哎，满满的妈妈的味道，哦，浩浩这有，我知道，你在那边，好，再听一次，好，再听一次哦，还有母奶拉的啦，哦，哇，很香哎，满满的妈妈。很差爆臭三八，这个超简单，来再听一次哦。好，很差爆臭三八，很熟哎、欸，这是很熟吧？很，他说很，我好像知道谁呀？好，请坐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这群人的谁？哎呀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猜展龙，展龙答对。难怪我猜不出来，因为不是展瑞，太难了。好，来喽，下一题喽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就跟他灵魂交换的嘛，还是那个他是谁？啊，阿迪吗？对，阿迪。哦，珍珠后来居上了哦。下题来喽。好。你跟我说观众是狗，这样听起来就像是狗啊，太没礼貌了。啊，请问这是那两个人谁的声音？嗯，有两个人啊，他们是一个对。哦，那我你先猜错，我以为是小玉，不是小玉啊！你们这样说有点像哎，真的超像的。再听，再听，好，再听一次哦。你跟我说观众是狗，这样听起来就像是狗啊！太没礼貌了吧？好像哦，是小玉啊！你是小玉，不，哎，我们发现新大陆哎！你跟我说观众是狗，这样听起来就像是狗啊！太没礼貌了吧？哦，要是他，我知道谁，哲哲，对，哲哲，皇室兄弟的哲哲。好，恭喜皇室兄弟破50万订阅！好，下一题喽。这些的魔放给赛武，我知道，白痴公主，不是。这些的魔放给赛武，对，是很白痴公主啊，古娃娃，对，古娃娃。真的，我们来听提示了。今天要教大家10个情侣，哦，这个就有了啦。可是刚刚真的很像白痴公主哎，很像白痴公主吗？他们是灵魂交换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对，灵魂交换，但他是去阿迪那。哦，好，我们来再听一次。这个的魔放给谁？我是因为那娃娃音才听出来的。好，来阿优再加一分。终于，好，我们来报一下现在的分数。阿优4分，云雄2分，珍珠2分。那不然最后一题，这一题算5分这样。好，最后一题算5分，所以可能可以逆转。好，好，来喽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弟妹。干嘛？这一定也是。这是答案了，打打看啊，就是看你们谁先打。我不要，我不想浪费一颗星。我觉得是灵魂交换的。好，我们再听一次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弟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竿。Bingo！ 我有看这集。公布今天最大的赢家是珍珠。然后最低分的是云雄。有个惩罚，好，就是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拿气球在云雄的耳朵边捏爆。惩罚时间，1、2、3，今天游戏结束了，谢谢云雄跟珍珠来陪我们玩游戏。那喜欢我们的游戏单元吗？喜欢的话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还会出更多。那我们在云雄那边有一支我们拍合作的影片可以去看，我觉得我们表现的一定是非常的棒。可圈可点，那珍珠没有也没关系，他也是倍儿棒的创作者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喜欢记得按喜欢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和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追踪我们个人的 IG 还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。我是瓦特，我是阿优，我是珍珠，我是云雄，大家拜拜。百灵有帅哥吗？没有，丑男，我是丑男，来录进去了，完蛋。加油！等一下，我完结，叫来宾吹气球。
太好笑了，我今天看